田哥背的什么宝贝啊？田哥，啊，背的什么宝贝？背的刚才捡的宝贝。捡的啊？捡的这些矿泉水瓶啊，这些宝贝，给他捡出去，可能还。可能还捡出去的话，可能还能换瓶酒喝。换瓶酒喝，哎呦，捡了一大包啊！弄几碗，弄得跟进城打工一样。弄几碗，捡瓶子了。这个车友们、兄弟们，很多瓶子啊！今天我估计老田书记发达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去，又掉了一个。我去，走，鸡真的发财了，捡了一大包啊！你这些瓶子真是叫紫金交代，这瓶子哎呀，最少在浪琴湾待了最少有3年。今天我给你带出去，装起来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哎呀，这些瓶子全部都最少在浪琴湾起码2年3年以上的，哎呀，全部给它打包带走。哎，这还掉，别掉了。